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婚姻观，有1100间的庙宇，每一年各宫庙绕境举办的平安宴超过10000桌。今年有瘟疫，都惊大家烧南烧头，会互相来喂病毒，所以婚姻观政府甲朝天宫等等的大宫庙，徛出来呼吁各庙宇绕境先卖办，啊平安宴嘛来促销，该发到油饭、面线，也则是鸡卵糕。每当白沙屯妈祖绕境进前，庙方拢会举办盛大平安宴，予信众甲乡客做伙食平安餐。50个一道做伙食饭，可能引发群聚感染。婚姻县政府推出油饭、面线、鸡卵糕平安餐包，取代每当上万的平安宴。也将近哦，大概有100万人哦的这样的平安餐哦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在这段时间，我们尽量啊减少群聚，也暂缓哈这个平安宴的供餐。那我们用平安餐包来取代平安宴。县长张瑞生讲，婚姻县内庙宇将近有1100多间，是全台湾庙宇上密集的城市。每当有大小朝觐的活动，不过为着防范疫情，包括朝天宫、宫环宫等等，拢已经承诺会暂缓或者是取消朝觐活动，希望所有宫庙拢会当跟进。